我们会做一个无限大的生意，无限大的商机，无限大的想象空间。消费经济、共享经济、分享经济、平台经济，基于全球一体化，打造中国最全球最独特的轻创业平台。非常感谢各位家人能对麦宝云店一直以来的包容和支持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相信接下来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家人们的陪伴下，在我们的所有人的家人的支持下，未来麦宝云店一定会给大家交出一个更满意的答卷。乌麦呢，也是中国电商经济国家品牌计划中唯一的一家健康企业。我相信呢，依靠中麦品牌的深厚积淀和中麦宽广的营销渠道，麦宝云店必将实现稳健快速的发展，中麦事业发展的格局也必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希望因为麦宝云店而改变你的未来，我们更希望麦宝云店而改变你整个家族的命运。很多人以为麦宝云店就是一个小小的店，但是我想告诉各位，麦宝云店不仅仅可以改变各位，我们甚至可以改变很多很多对我们中国人的开放。